当时就是这个事情发生是在一个月之前呢，我们就已经积极的，就是已经派了那个调查组，及时的就第一时间已经进驻。然后呢，学校当时就已经把这个分管副校长撤职，然后呢是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值班人员已经辞退了，所以我们正在和那个我们那个区委网信办呀、市教育局正在沟通处理呢。